学会这个残局思路，你也可以轻松五杀。大家好，我是龙阳，开局队友成为，我们在餐厅拦截 B 点的敌人，就看你的了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个也没打掉呀！注意，包掉我们家了，对面一定会抱团卡点。如果让五个人都站好位置，近距离一打五会比较困难。那我们可以按兵不动，打 B 点过路的敌人一个出其不意，扳回一些优势。哎，但还有人，看来他们还在路上。脚步，你看这小子还拿着刀呢。来了把狙，跳枪，再跳枪，成功躲了两狙，赶紧趴下，避免被 A 带的敌人输出。还没来，注意，我击杀两名敌人后，对面三个人都不出来拉我，一定是在卡点了。现在我有三条路可以选择：拱门、B 通和 A 通。前两者虽然能走，但一个毫无掩体，另一个容易被夹。我有 A 通，不仅摸到这儿就有足够的掩体，还能让敌人分散火力去看不同路口，赢面最大。绕 A 通，滑铲一瞄，楼梯没看到，继续摸。来了，让你小子去看中路，赶紧抢掩体。有干拉的，滑铲，又来一个，撤回掩体，开进直架，不追我，枪声在右侧，对面想包夹我，赶紧换破子弹，来了，跳枪躲狙，立刻看背身，自发子弹，绰绰有余。六，这是本场配置，动腰 over。